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面孔，像个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并不是我故意冷漠，也不是要让自己孤独，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说说。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，不要再有飘逸的失落。为什么解脱，为什么？